下面说一下这个国内的枪支和微型炸弹的使用技巧啊。所说的使用技巧，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去积极去使用去啊，毕竟我们并不是说专业啊，这是其一。其二是我们是最重要的是一点是安全啊，就是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要随随便便去使用去啊，就是在我们尽量的统一的行动当中啊，我们有计划当中会拿出使用啊，这是最重要的，是或者说。接一些特殊的任务，包括在行军当中接一些特殊任务当中，包括枪支的使用方法，啊，包括炸弹的使用步骤，啊，包括它的每个啊视频，大家要看仔细的，还有说明要看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啊，我看了很多新闻啊，这段时间啊，就是看了很多新闻，咱们这个。插上啊，包括一些新闻，包括战友群中，咱们这个群当中啊，所发出的一些视频，让人匪夷所思啊。包括就是有一个这个考公务员，宁夏的一个大学生，对吧？一个重点大学的一个大学生，考了很多次都是第一名，完了以后也没有录取公务员，然后是只其其二就是说找工作，啊，也没找到，啊，找到很多工作。所以说什么这些人啊，现在目前就像这样的人，已经被共产党脑子已经洗坏了。所说的什么，就是包括你考第一名也好，你就考学习特别好也好，或者说，就家庭背景好也好，或怎么着也好，你已经傻了，知道吧？所以说做加入咱们战队的啊，包括咱们可以引导啊，包括第三梯队的，包括一些大学生梯队。引导这种人，千万不要把学习看得太重，因为你生下来就是在咱们这个宇宙当中啊，你生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任务，啊，也并没有什么使命，只是把自己过得更好、舒服、高兴、快乐就行，这是最重要的，啊，再还一个就是自由，啊，有说话自由、言论自由、有自己信仰的自由、有自己这个。啊，身为人啊，至于身为人，这个国家给你的权利是什么？有学习的权利，有上学的权利，和包括有啊，就是选择的自由，啊，还有就是说做人的一个自由，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在一个国家当中，啊，没有这种语言信仰的自由和语言的自由，啊，说话都能被判刑，对吧？你包括这个安全。包括人身的物质的安全，包括吃饭的，包括什么地沟油也好，或者说混合油也好，包括什么毒奶粉也好，毒疫苗也好，都有自己啊选择的这个自由。选择自由就是说，疫苗我可以不打，或者说可以打，但现在打了以后，很多的这个包括国内就现在逼着打，你不打就不能上学，或者说不能上班，啊等等，这是非常恶心的啊。所以说，生如蝼蚁，要有鸿鹄之志，啊，就是要有志气啊。你这个地方不行，就想办法润出去，这是最重要的。命比纸薄，虽然咱们命比纸薄，但要有不屈之身，啊。所以什么，把自己活得更好一点，把自己当成人看，就是把自己放的位置要高一点，对吧？要自我感觉良好一些。啊，不要把这个自行惭愧，好家伙，你是不是搞得这个真正就是活在底层那种感觉是？所以说必须要把自己换一个位置，换一个方向。他妈的不干，他妈的老子就给你翻了啊！就有这种方法，啊，就有这种想法才行，不行就给你翻，啊，老子就颠了，知道吧？你这地方不舒服，老子就走，对吧？你不留地方，老子比你还牛逼。啊，这种底气，啊，不管你有没有钱，必须要表现出来，啊，这是你要跟这个宇宙啊，为什么好多人就是你必须要这种霸气，你要你的这种思维方式一定要跟宇宙这种高能量的一定要对接起来，这样的话你后半生要活得好一点，你不要说自行惭愧，好家伙，你学习又特别好，好家伙，你这211这个。
毕业的，又是他妈的又是考公务员考的回回第一，又不录取你，你这样的话你自己不要打自己了，对不对？你这东西什么一不能怨父母，对吧？因为你这个环境就给你这样的环境，所以说你要改变的是自己，并不是要改变别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要弄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目前啊，国内的这个咱们第三梯队的要特别重要，特别注意，这个不能跟怨父母。第二个是什么呢？一定要保持这种昂首挺胸这种气概，要鸿鹄之志，是不是？要胸怀纵横四海之际，怀抱吞吐宇宙之志，这样才行，你这样才能做出一份事情。你别管有没有钱，有没有那什么，你穿的好不好，各方面什么背景好不好，全你妈逼扯淡，你必须要保持这种良心，这种感觉，这样才行，再一个就是说什么，要有知善恶，你要知道善恶是什么，要是存天理、致良知，这三个东西一定要保持好。我想这样。拥有这种感觉的情况下，这种气质的情况下，每天对待自己的每一天，拿出自己的目标和想法，这个地方不行，咱们就换一个地方，美国不行，美国不行就英国，英国不行就香港，香港不行澳门，澳门不行，就这个地方来换，找有好适合你和舒服的地方，一共就3万天，哪儿舒服去哪儿去，你不要说这一辈子怎么着，一共就3万天，什么叫这一辈子？不定他妈的活到哪天呢，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这个自行惭愧，还把自己饿死了。哎呦，你多恶心！我感觉这个东西，你还不如他妈的杀他妈10个共产党，跟你一块陪葬，对不对？是不是吃好喝饱了，完了以后这么着很舒服？最让人可气的是什么？好多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好家伙，选择跳楼。呵，你这个父母还健在的，你跳什么楼啊？对不对？是不是大好时光，是不是？最近国外也没去过，对不对？你只在国内那个小圈里那个粪坑里边，感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事儿，因为某件事情不好，影响你的心情啊，跳楼，那不是太傻了，对不对？所以说什么呢？必须要把自己的想开一点，什么抑郁什么他妈的，你抑郁个屁呀！抑郁有什么可抑郁的？对吧？没什么可抑郁的，想开一点，是不是？吃不好，吃不了好的，啃馒头，对不对？对吧？穿不了好的，我就穿普通的，对不对？你看不着，看我不顺眼，我看你还不顺眼，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等别人看你不顺眼，你自己也看自己不顺眼，好啊，这他妈还有法活没？对吧？所以说，把这件事情就是要想得明白，想得开，这是最重要的。虽然就是说这些被共产党洗脑这些事情，各方面的，就是说把这件事情，就是共产党所洗的这些脑，整个把人都洗坏了，所以说一定要脱离共产党的洗脑的这种暗黑操作，共产党还巴不得你死，知道吧？是不是？所以说什么呢？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自己的这个目标包括目前所想的一些事情想不开，抑郁的事情也要放松，不要抑郁。包括现在很多战友有些事情想不开，包括家庭原因各方面的，没有必要，对不对？你能渡谁呀？是不是？不行就不行了，过去就过去了，一共就那3万天。3万天还活不到呢，还管那么多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什么呢？大家要把这个心态各方面要调整好。这个共产党还没死呢，你先死在他前面，你说你亏不亏？对不对？那习近平好家伙，就是想方设法都要活着，你看着了没有？那么大岁数，70来岁的，非要站在老百姓头上拉屎拉尿的，对不对？老百姓所有的老百姓的心一心想着让他死，这是不容置疑的，对不对？所以说，人家是想方设法的要活着这口气，对吧？其实他的命运已经基本上定型了，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包括他的这个所做的一些事情，对吧？包括国内的一些事情，包括是国际上的一些事情，包括故意放毒什么，这替罪羊就是他了，跑不了了，没什么希望，对吧？你再折腾，你包括你放毒，满世界放毒，死了2500万人，这些人，对吧？也有个说法，对不对？故意放毒，这是不争的事实，是吧？你包括现在这个 YouTuber 这个。好家伙，这个这儿封号，那儿删我个视频，这儿删我个视频，这儿限我流量，那儿限我流量，你组织不了什么乱七八糟，对吧？你包括就是删了我多少视频了，对吧？限了我多少流了，对吧？封了我多少号，是吧？你组织不了，所以说咱们必须要留一个，在这个 YouTube 上必须留咱们一个这个记号，啊，你不管你有多少人关注也好。不管是怎么着也好，必须留出一个记号，啊，包括所有的视频我都留着呢，对吧？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枪支不要随便拿出来啊，引火烧身，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微型炸弹要选好时机使用，你包括现在咱们做一些任务所接的一些任务啊，包括炸弹呀，包括各方面哈，你要按照这个使用规范去使用去，你不要乱搁。对吧？你包括达不到目的，对吧？是吧？我不能举哪次例子，咱们说炸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特别理想，真正的人没炸死啊，包括整的动机还是挺大，对吧？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包括无辜伤的还挺多，这么有没有必要？咱们是要定位哪个位置？包括咱们要近将近啊15天的去考察啊，包括在汽车上哪一辆汽车。有没有他？啊，所以说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这个公务员也好，各方面几点下班，几点上班，时间点，经过哪个位置，哪个位置人最少，啊，你不要把所有老百姓都糊弄进去，你包括那么多跳广场舞的，你砰一炸了，完了以后死了那么多人，没有意义，全是普通老百姓。你炸他不炸他，就死只蚂蚁。虽然炸了他也无所谓，都是一些墙头草，无所谓。炸了就炸了，对吧？死了就死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对吧？这毕竟都是一个家庭啊，毕竟咱们还有制良知、良知这两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说，选择最好的地点，观察时间、地点，啊，包括这个情景啊，这个情景啊，这个场景啊，一定要非常重要。就是包括他在哪个场景，包括人多特别多的情况下，对吧？有可能就是晚上回家以后，哎，啪炸了，对吧？这样挺好，就是一个人也好，或者两个人也好，或者司机也好，这都无所谓了，对吧？你这个东西你必须，或者说，作恶多再多端点，包括观察再好一点，对吧？是吧？煤气管道，对吧？家庭是不是？包括他住的别墅也好，更好对付了，这就更好玩了，是吧？咱们就威力大一点，整个抹平他就行了。对吧？家庭啊，各方面的，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就是不要就是说，好家伙，弄完了以后，就包括咱们有些战友好，弄完了以后，康康弄得动静太大，知道吧？你这个做一个人，你不要把这个，包括厂家也，包括这个厂子也着火了，楼道也着火了，伤及无辜太多，这样有点不太，有点过分了，这有点伤及无辜太过分。就有些是有些，咱们有计划做的一些事件吧，让人看得有点心里边不舒服，虽然咱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好，啊，完成得非常完美，啊，但是这个伤及的无辜太多，所以说我感觉大家要调整一下姿态，毕竟人啊，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这个为了咱们这个目标。虽然是除恶了，啊，但是无辜伤及太多就不太好，但是有些事情就是说，不要搞得妇人之仁啊，该做的时候就去做啊，就不要考虑太多。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咱们现在并不是说大面积去行动，所以说考虑到周围啊，考虑到部分百姓啊，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得委婉一点，所完成任务的啊，总结一下啊，就是大概就说一下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完成任务的这个美金支付的啊，
就是在群里边就是报道一下啊，完成哪项任务啊，包括视频各方面的都发一下啊，完成怎么样？就是咱们把这个计划完成，然后把咱们奖金打一下，好吧？这两天把这个事情完成一下啊，这一段时间完成的比较不错啊，国内比较稳定啊，还是比较完美的啊。咱们是等待这个大的东风再刮一刮吧，啊，因为咱们这个点面结合，点多了才是线，线完了才是一个图形，图形完了以后才成为咱们一个气候。所以说，咱们能直通从点开始，点完了以后。一点一点，他们多起来，啊，然后是发这个奖金呢，是让更多的地方咱们运作起来，并不是说咱们就是为这个，为这个奖金咱们而去做这些事情，咱们也并不是黑社会，对吧？咱们也毕竟是正规的，啊，新中华联邦的这个为以后的老百姓的有信仰、有自由，对吧？领导，统治领导由一人一票选举而来。啊，老百姓真正得到的自己的免费医疗、免费上学啊、免费的这养老等等这一些福利制度，跟世界上一样，这是咱们的目标。咱们并不是说把所有的老百姓都通通的都搞一遍，不做这个共产党所做的一些事情啊，无非就是枪杆子，对吧？让老百姓不让你说话，是吧？你拿着枪，我拿着枪，这才是可以那什么，对吧？平等的，咱们这个对话，是不是？你有枪，我有枪。现在是你有枪，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无法跟你对话，对吧？你说什么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需要这个权力再大的情况下，也需要监督，尽量的，当一个人的权力过于大的时候，因为按照人性的弱点来说，一个人的权力要过于大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任何人都是。包括我都有可能，所以说权力大，所以说钱各方面都受到大家的监督，咱们团建基金的每一分钱，包括每次咱们的服务器各方面每一分钱，大家都互相监督当中，团建基金是一共是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是不是？包括咱们的奖金发放的也非常完美，包括在群里边确认、接收，大家都说得很明白。不玩暗箱操作，然后钱呢由大家来监督，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吧？咱们就是要以后让大家活得明白，有信仰、有自由、有发言的地方，对吧？有选择的权利，对吧？有信仰的自由，有选举的权利。有自己说话的地方，这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吧？这个咱们把这个视频发在 YouTube 上，放到咱们第三梯队群当中，使用技巧一定要牢记在心，这就不多说了啊。好，今天就这样。